双臂弯腰，平时所配合的力，可以就可以配合起来。较在人拢在排啦，在家己体验啊，即如果不是上吊，亦即是所强调的肩膀部就会即泡泡，一定采取一寡步相合的方式，不穿黑色的羊毛会议，不戴黑色的礼帽礼物去要送，随意退运在家，每拄着卫生的洁身，一定穿着上吊的这服装的礼服。腰板、面板、腰筋，衣食不忘五君子。伊讲到够详细，要得做官，伊拄着火车得行，伊嘛拢要穿礼服，面条白，去拜祭，那像，伊落去，王国这君主安尼，君王，像是孔子。以后方面的内容，是比学习是文明的象征的对啦。有社会礼俗有真大的关系。我国自古以来呢，就注重衣冠文物，咱自足早就注重这衣冠文物、礼仪制度。这个礼仪呢，自足早就有啊，练是像讲实地，到孔子的时阵，就调到尾来在乱。礼教乱是孔子到三世书定礼教，搁再作春秋。所以这样伊做的一个工作，自皇帝开始，这方面伊有相当的成就。有主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制度，而发扬光大的。代人啊，孔子继承古代的这个文物制度到伊手可再来发扬光大。人为己类，人的贵重，人该尊敬，是得尊敬伊啦，尊敬伊的礼貌，以贵端庄。衫裤呢，人得甲来婀娜哩穿，这个衫足水，是穿了有真端庄。真端正，真重要。仁义礼智，礼智是正，以求必得适合，以心合理，规则清晰啦。咱人若知影礼，知影这端庄，咱要安怎样，咱的人人格才通端庄？一人一类呢，还是贱？以求呢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来穿。所以礼法是，礼法虽有以求之道之名，之道之名，这礼感化人，就是嘛，随你衫裤，穿了有合无合，人家去看出来，人家去尊敬，不注入心为患。孔圣人呢，伊本身做咱个典范，行礼化人，伊行礼的礼来感化人。咱道中向姊妹嘛是安尼啦，爱行礼来化人，为恭敬为上之间，咱伫咧平常当中，一定爱认真来做，认真来做，因地因情，因时因地因人因事来。去学习，一丝不苟。咱呢，衫穿衫，做礼貌，咱因地因人，因时因事，即学习，拢未使就学袂来。言弟子恭敬，而教教恭敬，而教教。今仔日才详细，都是因弟子。我孔圣人平常就安尼做，所以就来
金恭敬来求安，伊甲足详细，解玉簪仪笔画，因的目的就是要安排到兄弟姊妹，大家呢来受这个感化，安慢慢来行来做，不言而教，助人人发志，唔免讲，啊，咱看咱家己就会知，啊，咱家己就会效法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身为前行者，咱来慢慢啊、慢慢啊学，改变咱的言论，改变咱的行为，做咱的好人，我来当遵循咱安来做，安这都会宝贵带造出来。啊，无无无无贵，对是也无人知，哦。一挂咱都会拢爱一滴，拢爱一滴。以强劣教呀，来强行这劣教，劣这教化。因人无心人志，哦，卡变独步为师。伊来去个人，哦，那真正讲对立面呐，无心人人志啊。他变独步为师啦，哦，家己拢家己的头脑，啊，家己呢，拢无要安怎样就安怎样。第一求是真意者，其实，而且三好，而且真正意义少啦，意义就是讲足少啦，哦，所以咱千万人，看咱来知，咱甲恁讲啊，真正足详细，穿衫就安怎穿，哦。以什么情形都穿什么衫都安怎穿，哦，这文物以观礼，礼仪的制度咱袂使去忽略，那有咱道德，并且互咱一个人啊影响组织，哦，以及规矩，哦，安尼咱的规则，然后你就可以啊，哎，第七章，在第六名医，在第六名医。哦，在练习，在练习，还有字哦。这个两面，哦，比较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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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哦，哦，啊，这，我这才，啊，无同款咯。心有在必修练心，每天都在修练心，因一切执着烦恼。你俩不干吗？旁边看的。在必修练心，不必轻易啊。好好，不必轻易。啊，是呀，是呀。是啊，是啊。在比如便宜，在有便宜，不比如便宜。用一心有伴，在必变失，机必迁者。这是空中人以技术之前，必先在改用。哦，换上特征的这个衣服，啊，这个布衣，并且在斋戒时阵，一变分析为如数，啊，断酒断食，并改变平常基础的言语，以至清净的处所，这个方主和这个戒师方面来讲，来按照戒师。在啊，咱一定爱安怎做啊？在安怎做，会使做唔到去。以前伫乡下，大汉拢爱用诶，啊。在比如面，一步比如轻易的对啦，啊。啊，重一心有关，在变色一笔前做啊，即。我想特征的衫裤，并且在戒时阵必须要变，食草或食素食，酒断酒断食，
并改变了平常基础的地方，哦，以致千千之数，这是啊，祭祀的时阵，因借用者空性因拢是安尼做，嘛是表示讲咱后来人拢会安尼做啊。这种的经文只是空注啊，叙述哦，斋戒是意识甲基础的这个精变，意识甲基础的精变。是的，孔子所行之斋简辑啊，以及《论语》里面注公夫，注其所行斋简辑，斋戒之目的为静心灵，灵无心明高干啊，斋戒目的就是变静伊心灵。那么伊目的呢，嘛是变好甲心灵咱高干啊。夫子为净化身心，不但饮食必改，哦，忧昏改素，哦，更要管理要一切诸动诸之相。唯一的目的是为尊重心灵，以免不道啊。处事静心善意，明德实力啊。所以呢。空性人呢，伊斋戒的目的呢，是欲净化伊心灵。伊迄个斋戒目的，净化心灵是欲交心灵交感。所以辅助呢，净化心是甲心，不但饮食必改，由粗改食素，更要管理有切主动主之下。唯一的目标是尊重心灵。以免无毒的心灵，啊，你讲安尼呢？大家讲讲安全是心灵的，对啊。处事静心行意，安尼那是静心行意，明德实力，安尼咱那真正对这个道理有小可了解啊。做心欲得之大事啊，啊，使咱的辛苦啊啊。所以呢，德会当是一心的一个大意义哦，伫大学啊，通之全明白，或是心是心啊，作心明啊，或是心是心与心作心明啊，伊在伫个一般个内面，个顶面遐吊遮个字呢，伊就是讲，我着要写一个心。啊，有在写心无？啊，我有在谈事无？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啊，千则是心灵得其静，安其神，志成之啊。伊个千则的原因就是心要当好，静化，啊，当心啊，安着咱个心，心然后咱当安定，这是志成之啊。哦，木欲静止，所以潜心观爱。你必须要木欲静止，就是讲要潜心。不讲定路，哦，能够去讲对啊，讲定路。回到这天无主人，义德合一，感觉了上天，这是自然的现象啊。一切佛祖是世界的唯一。不灭神者，伊是世辅助是世界唯一不灭神的人啊！但伊奈抱着了戒心如神在的这个恭敬的态度，讲哦，戒心如神在，我不戒除不戒啊！咱这个戒心的那些人讲神者哦，啊伊若袂当戒，就讲无叫别人来得戒哦，所以这《天人记》来留下。哦，这款恭敬的态度，对啊，这款恭敬的态度，明义辨识谦则，耐心定无畏。明义辨识谦则，这就是表示你内心真心定，幸福机会吃呀，哦，啊，表现就蛮好，哦，一切行为，哦，所以这，那我们咱应该学啦吼，咱应该学，哦，袂使。也是无恶，无恶呢，
有的哈，都不太高一点点。来，一边站。疏不养精，疏不养心，亏不养神，亏不养神。疏爱，疏义以爱，疏义以爱。疑锐之足怀，疑锐之足怀。不信，邪恶不信，邪恶不信，有恶不信，邪见不信，不时不信，觉不净不信，不得其众不信，不得其众不信，若随道，不受性受气，不受性受气，为救无量。为救无量，不极乱；过救起复不息，过救救起复不息，不脱僵尸，不得失；皆无功，皆无功；不削弱，不削弱；戒弱不出三日，戒弱不出三日；出三日，出三日；不失其。不失志，失不顾，亲不言，虽说蔬菜兼瓜者，虽说蔬菜兼瓜者，必哉如也。将。是空性人的讲究饮食，啊，保健卫生，嗯，哦，爱慢慢来吃。